朝山大大，朝山先生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而家上介绍自己，我名叫李廖菲特乌兰达里，我今年二十一岁，我出生在日本十五号十月2022年。我开始来包一百五十三个，我开始来讲五十公干，我没结婚，我分好读过中学毕业，我顺利高，我已经做过海亚加达四年，2019年到2023年，照顾小朋友一岁同埋九岁，照顾宝宝六十五岁，喺雇主屋企有咁个人洗过风同埋三个厕所，最数买数洗衫两衫两米净洁屋企。我而家喺训练中三学紧广东话，同埋学紧粤语中国数。我唔识粤语，但系我识粤语。我想做嘢喺香港人，为我揾到啲钱俾我自己同埋家人。我会尽力做嘢，电话留失你默默博菜。我希望你哋先生，请我唔该西大大，唔该西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